Switch 你要买啊，那你买啊。还是你要买那个？那个是什么 ？Steam？ 不是不是 ，Asus 太贵，有那个 Steam 吗？那个才13,000。你要买吗？可以考虑啊，因为没有很贵啊。你要买吗？那你就买啊。但我再看看，我要看看，我要评估一下。你要评估啊？要评估一下啊。你不是通常都是直接买的？啊，你是买来再评估，然后再退货。哦、可以啊，拆了就不能退了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就看看盒子啊，我还没看过它的盒子。找一间店看看就好了。可是我不知道哪里有卖啊，只有某某有卖。